Michi 李超南，我是 Feel TV 的艺人。咁我自己嘅性格咧，同个样好大反差嘅。虽然个样好似女仔咁样啦，但系其实系一个几麻甩、都几大懵、几白痴嘅人嘅。咁我每日都要用好多嘅力气咧，去隐藏自己白痴嗰一面嘅。其实中学嘅时候咧，都唔会特登去着一啲性感嘅衫，甚至唔够胆着三点式去游水嘅。但系都会俾人话性感啦，有时会用一啲唔系咁好听嘅字眼去形容我。咁所以细个都会特别唔开心嘅，咁会着衫遮遮掩掩啊，可能会寒背啊咁样。但系后屘发觉，其实我着樽领衫，啲人都系会咁样话我啦。